今天到布鲁克林去，在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导致大塞车，很多消防车在这里。到前面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还有警车，可能是发生严重车祸吧。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。怎么有救护车呢？没。哇，这部车你看，刚才有一部车碰到分题线去了，整部车变形的不像样子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大档。上次来看那个买那个蛤蜊饼，那有没有在蛤蜊饼？他们家的蛤蜊饼挺好吃的，啊、哦，有在卖。他们家在八大道54街。刚刚开呀、啊？刚刚，还有，待会就过来。今天天气虽然冷了、啊，但是街上还有很多人哦，在八大道，待会过去买蛤蜊饼。上次吃了回，很好吃。现在应该新鲜吧，因为天气冷，好吧，是吧？今天街上满是人哦，也是八大道。哇，新年的装饰出来了。这位大爷在卖这些很漂亮的东西哦。大哥，这是自己弄的？自己弄的？哇，弄得好漂亮啊！要多少钱一个？这是自己弄的。哇！还有榴莲卖啊，漂亮，这榴莲，猫山嘛。这里也是满街都是人啊，大塞车。这叫什么？在叫卖啊，那么大声，还拿一个扩音机啊。好有特色的八大道啊，你看，哇，多漂亮啊，看，这也太漂亮了吧。好美啊。附到我家，好看好看，这边也是，你看，哦，漂亮，这个太美了。这里在抢什么？螃蟹啊。好有新年的气氛呢，这里甘蔗又涨价了，2条20块。今天真的多冷哦，天气还很冷呢。这什么鱼啊？白鲟。
街上真的人多得不得了。手机给你出来的，喜欢哪一手？你扫一下，你扫一下这个码的，不用花钱。这什么碗呢？鸡公碗。漂亮。哦，漂亮啊。好事先。前面那部车不知道干嘛不走，后面一直在叫。这里有两家关中赌，关东赌啊，哇，这家功夫小笼包啊，刚开业啊。多少钱一串啊？5.3元。嗯。什么都可以选是吗？谢谢你。好。要不来一个。来个猪皮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猪皮。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什么？鱼子丸子。有没有鱿鱼啊？鱿鱼没有。没有。嗯。这个豆腐泡。嗯。要吗？嗯。不要这个。要鱼丸。哪个好吃啊？鱼丸。鱼丸。一大的比较买的能吃。你开了很久了这里？没有。那你选一个好吃的吧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吃。你是吃鱼丸还是吃青素的？随便都可以。随便都可以吗？你好，第一次来这里。哦，那你给个鳗鱼丸吧。好。这家是刚开的吗？刚开的，要那个吗？嗯。那个辣椒吗？一点。现在打包啊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好好，5元是吧？嗯。OK。3串5元，还可以。吃一下。哇，好烫哦！这个叫什么？叫关东煮啊。这个叫什么名堂啊？关东煮。哦。关东煮，因为这个挺好吃的，好吃好吃，嗯，没错，5元，功夫小笼包，八大道6020，这家功夫小笼包，顾名思义就是福州餐，有扁肉拌面。原味炖罐特色卤味，我以为是北方的功夫小笼包，上海的，我以为是上海的，
也是湖州人开的。过来这边走一下，刚才在对面。这里先进了，要出去要拿卡然后付款了，不像以前那样有人看着。这档口好啊，跑得快，你看扫荡来的话一推就走了，对吧？你看走在这边就比较冷了，因为没太阳嘛，刚才在对面就很好。春联啊，狂卖啊，这里哪里都卖春联。这边也是，这家是新开的吧？哎，上次有没有拍过啊？哇，挺多人的，新开的面包店。哇，它好卫生哦，都有袋子装起来的。那那收费也贵吧？应该。菠萝包2块钱，还可以。原来是这一种好卖啊。这种叫什么寿司啊？2.5块，各种各样的寿司，不是寿司啊，是紫菜卷，挺好生意的。看看，出来了。刚才这家叫六本木，八大道5919。5819，可能这里比较冷嘛，这一边人比较少，刚才那边好多人。这家刚开的，上次拍过了，今天还好生意吗？我还是很多人呢。我去了干嘛？有没有剩饭餐啊？剩饭餐。我2磅嘛，1磅啊。床上我边1磅呢？你话我都会的。1磅。好了，今天星期天的八大道游就到这里。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